因为在家里做鱼香肉丝特别麻烦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庭版的里脊肉。我们先改刀成丝，新手朋友可以先把肉放冰箱冻一会儿，这样会好切很多。腌制放盐、胡椒粉、老抽、料酒，抓拌均匀，再放一个母鸡蛋清，抓拌均匀后再放淀粉抓匀，最后放点油锁住水分，这样炒出来的肉才会滑嫩。配菜我准备了胡萝卜、青红辣椒、木耳、莴笋。每天认真分享一道家常菜，只想大家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心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。提前调一个料汁，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陈醋、白糖、少许的盐和鸡精、淀粉、少许的水，搅拌均匀。油温五成电，我们把肉丝下锅，用筷子划散。油温过高，肉质容易老。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记得留个关注，免得刷着刷着就找不到我了。划手划散就可以捞去了。油盐葱姜蒜剁椒下锅爆出香味，倒入配菜，来少许的盐，大火干到七成熟，再倒入肉丝，淋上酱汁，大火爆炒均匀即可。这样炒出的鱼香肉丝称不上正宗，但拿它来下个米饭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如果学会了，就赶紧分享给你屋里做饭的那位吧。